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猴哥，一起开箱这双中国李宁五星黑子配色，鞋底运用的是李宁云，实际踩上去的脚感还是很舒服的。鞋面不是那种非常薄，但也不是很厚的材质。这一款的黑子配色是和肖战款的服饰有异曲同工之意。鞋底的造型还是挺夸张的，鞋带是有弹力的伸缩鞋带，拉紧之后还能收到前面的紫色绷带内。帮面材质是纺织品加 TPU 加合成革，鞋底是橡胶加 EVA。单鞋44码的重量为427.6克。最后看一下上脚的效果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双鞋，也麻烦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